啊，站我这里，站我这里。好，开始吧。开始，准备好。开始，开始，走走走走。看，我就看到一个道路。这多轻松啊，人都不用了。他就这点出头，他要搞到3万块钱，搞得我们麻烦。3万块钱，我们亏了5万块钱不是这样。我就电器就花了10000多。你怎么看出点换脚的过程？我操，心直立派的。有，从屯门那下找过来这块土木。什么时候割吗？啊？什么时候割吗？要推到医院再割吗？看，那我又拍到什么时候？1个小时。我都回家嘞。割一下嘛，割一下嘛。割一下嘛。你那割毛皮啊？割一下，割一下行呀。过吧。